怎么了？哇，已经有跨进我哇！学生兼职之当野人。中午吃饭是去抢游客的了，还是？太远远的，耳朵大大的，没有有冰脚，跑步像大跑，移动像猫精，总是出错吧？想要做。那你这月赚多少钱？敢给你买的 iPhone 5你就要 5S 敢别人有的 iPhone 6你又要下次还来了这就是城墙东站啊，那边站台还是平的，倒的都灯了的啊，越灯越多啊，妈妈车可嘎嘎个见不得啊，耶哦哟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，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杭州东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ake this train. The next stop is 杭州东 Railway Station.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干什么？我正常拍，正常拍。任务。对，我也在执行任务。你执行什么任务？你执行什么任务？对，你执行什么任务？我们对，你执行什么任务？你现在执行什么任务？请你把照片删了，请你把照片删了。你碰我一下试试。请你把照片删了。你执行什么任务？这是家属院，这是居民区，你执行什么任务？啊！这里是军事管制区，什么军事管制区？这是家属院，什么军事管制区？啊！现在都是执行秘密任务，你们不能拍照。你们被骗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应该保家卫国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！你把照片配合我们工作。你们对着老百姓干什么呢？这是家属区。请您配合我们工作。我配合你什么工作？这是不是家属区？看住的是不是都是家属？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？你们应该保家卫国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你们助纣为虐，知道吧？你这都不配合我们，你们不要配合我们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录，我也在录，是不是？咱们大家都在录，最好大家都来看看来。
燕子，打电话报警了吗？报警了，报警，警察来吧。我不难为你，你也别碰我，好吧？咱们谁也别碰谁，你有你的任务，我也要维护我的权益，所以其实咱们两个人一点恩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也不难为你，啥都不用跟我。对，我不难为你。任务就是不让你们拍照，哎，对，你配合我们就行了。那我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了。你凭什么？什么警区管理区？啊，这里是家属区，这是家属区，设什么密了？设什么密了？我们军装就涉密啊！你的军装涉密，那你为什么要在那家属区啊？你军装涉密，你应该上里面办公区，这是办公区，你可以去办公区。请您配合我们。这拦着不让进吗？这拦着不让进。行。是到那小岛上去干活去。没错，真是。我就说呢，他们应该去保家卫国去，他们在这儿干嘛呢？这是。是人民子弟兵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，这就是人民子弟兵。哎呀，他们被骗了，被某些人就。别有用心的人骗了，是报警，报警了。那个燕子能说报警了吗？报警。这样也拍不上了。啊，那个拍他也行啊，拍他这个板也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对。他来来回回一天几次了？让登记。你说你哎，出去一天你登记一次是吧？出去五分钟登记一下，出去五分钟登记一下，哪有这样的呀？再说了，他把那个门禁开开，大家都能刷进来。你刷不进来，你再登记。是，你这干嘛搞得像敌人似的？这敌对。对呀，你这是人民子弟兵，看了吗？对，这是人民子弟兵，对，这是人民军队。你管不了，删了我们自然不信任你谁吗？那他有什么权利查车呀？是不是？你按照62号文件，他可以查车，但是是什么？他开开门禁，大家都有登记，登记完了。能进来的就进来，如果进不来的刷不开的你可以查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随便谁出去五分钟都要查一下，五分钟都要查一下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生活了。对呀，上百人站在这里是干什么呀？看着咋回事啊？我的，你们上百人站这里是算什么？这院里家属区有的是孩子，看到你们这样子，将来还当不当兵？将来还保不保家卫国呀？你们被人骗了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们，你们就让人利用。
利没利用我们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不配合我们工作。啊，对，我报了警。警察来了吗？对，香山南路87号院，这里已经有上百个这个防暴的士兵拿了个盾牌，对着我们不知道想干嘛呢。可不把人民群众当敌人，这是人民子弟兵啊，你看看怎么对人民呢。他们不用来保家卫国，他们是用来强行防卫的。对对对，对老百姓这样脸不红啊。我找个地儿坐会儿呗。谁让你还没进来呢？就是保家卫国。进来了。警察啥时候来？他一会儿过来。谁呀？李爷爷。那不是在那吗？另一个报刊去拿到车钱。没戏了。你别挡着我啊！你们能录，我也能录。现场保安，给我放！驾驶公务车发生交通事故被交警拦截，却不肯给交警联系电话，还趾高气扬地说没有时间了，要接领导开会。车身上写着事业单位公务用车。目击者：公务车厉害，有领导撑腰。这不得了了，我给你吧。我们领导开会啊。哪个单位的嘛？啊，可不得了吗？哪个单位的？我承诺是这样上去了是吧？承诺是这样。混了流血，在重庆那个流血，完全是你我的责任。我说，在重庆不得了，你流血，你在重庆流血，重庆你是一匹哥，哎，你在重庆流血，哎呀，重庆的公交车流血，不得了，哎，车上坐的有领导给他撑腰。厉害啊，厉害！哎，交警在那说半天，听都不听。我没有他的电话。他打的是谢天华打的110，他打的是110，知道吗？
你留个电话给人家，人家好约个时间跟你一块去处理，明天知道不？是这个意思。低调一点，越是单位上班人越低调，知道不？不要把事情弄大了。你说我没有急事啊？你在我也是，我今天在那。我问你，这么长时间，他他妈故意他妈弄上来的，都很烦。说话要赶紧的，不要再发了啊！你留个联系方式给人家，他好。好多电话我打给你。191896851851打过来嘛，看吧。你们约个时间，明天一起到谢家湾大队去处理哈。地址就是他发的那个地址哈，约个时间去。那他打都没打，发现就走了。没事，他电话他跑不了，他也跑不了。你去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